逢星期六晚上七点至八点，孖宝游世界。Hello， 大家好，又嚟到呢个礼拜六夜晚嘅七点，咁就梗系准时收听我哋嘅孖宝游世界啦。今日唉，眨下眼七月尾啦又。哇，7月29日我哋嘅第三集已经开播，已经嚟咗第三集啦，唔经唔觉系啦。咁我哋今集咧，上一集咪同大家讲咗呢个嘅台南嘅，今集我哋会集中翻喺台湾嘅，都系，不过就唔系台南，我哋喺一个新嘅地方，就叫彰化啦。彰化啲地点都令我有好多难忘经历。咁你第一次几时去彰化？我第一次去呢個彰化嘅時候係我環島啦，其實第一次去台灣環島嘅時候咧，咁就其中一個點見到彰化，咦好似幾得意喎，咁就喺嗰度停留咗一陣嘅，跟住之後就繼續翻個旅程啦。咁後屘翻屋企真係好認真去睇翻啲相啊，就覺得呢個地方啊其實都幾特別喎。咁後屘就再同朋友去多一次，咁先真真正正感受到嗰度嘅魅力啊。你有冇去過咧？其實梗係有啦，即係彰化地方。其實彰化嘅地方咧，我之前咧其實聽落去都覺得哇，又係啲鄉下地方。嗯，會唔會又係耕田啊？咁嘅地方，咁我唔係喎，反而我就係有一次，因為一個好特別嘅一個嘅電影嘅經歷，咁我稍後同大家分享一下。咁究竟彰化喺邊度咧？講咗咁耐，可能香港人都話聽都未聽過。彰化喺邊？其實彰化咧就係台中本島，台灣本島嘅中部地方。咁我哋而家見到咧，呢個就係彰化嗰個位置，好似一個三角形咁嘅。咁佢咧其實東邊咧就係南投縣啦，咁西邊咧即係我哋而家望到出去嗰邊咧就係台灣海峽嚟嘅。咁佢南部咧就係雲林，雲林縣啦，而北邊咧就係台中市為界，咁即係其實佢一個靠近沿海嘅一個地方嚟嘅。咁睇落一個等於三角形，所以咧其實彰化以前咧就被稱為半線啊，係啦。咁其實佢成個係啦，半線其實就係一半嘅地方咁解。咁佢地形其實就平原地方，諗平原地方其實就可以想象到，其實嗰邊嘅路係唔會話好多高高低低啊，好多起伏嘅。咁係一個舒服啦，一個比較寧靜。而一個唔會太嘈雜，但係又不失為一個熱鬧嘅地方，其實旺中大靜，靜中大旺嘅。咁佢其實比較得意嘅就係佢喺台灣本島入邊咧，面積最細嘅縣嚟嘅。係啦，咁可能就咁睇冇 idea 有幾細。咁其實但係佢一個細嘅縣，但係佢喺台灣入面人口咧都唔少噶，佢人口係超過過百萬嘅。哇，都幾多人噶喎！細細嘅地方，係咯，細細地方逼咗好多人噶喎，原來。同埋好似你有講過話依個嘅彰化有個台灣米倉之稱啊，因為我成日以為咧台灣好多即係種米嘅稻田啦，成日覺得啊台東會好多啊嘛，原來依個彰化都係其中一個地方，稻米一個盛產稻米一個地方嚟嘅。冇錯，咁我哋咧就可以講多啲美食啦。係啦，咁。一講到咧，嗱呢度就係彰化啦。哦，紅色嗰個顯示，冇錯。咁其實見到佢就係呢個三角形，其實真係幾細嘅。你望下同隔離嘅對比咧，佢係一個相對比較細嘅地方，但係冇諗過原來呢個地方咧集中咗好多唔同嘅人啦，集中咗好多美食，集中咗好多文化嘅嘢嘅，係啦。咁啊，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咁就集中曬喺呢一度啦。咁頭先話美食啦，咁唉，到呢個時候，梗係準備要開飯啦。咁我哋七點零鐘，我哋晚飯時間啦。咦，有咩好介紹今日？今日就介紹大家呢個木瓜牛乳啊！哇，係啦，聽個名都覺得好似好勁啊！係啦，好犀利嘅。哇，佢叫大王，其實呢間就係彰化最出名嘅木瓜牛乳啦。咁佢就係用呢個嘅香港好多時飲呢啲嘅時候咧，就會牛奶加咗啲水，再加啲木瓜，再加翻啲糖水嘅。咁呢個比較特別在就真係牛奶同埋木瓜去兩樣嘢 mix 埋一齊，咁你會飲到牛奶本身嗰種好醇香、好濃厚嘅味道，但係亦都會利用木瓜本身嗰種清甜去帶起佢個味，唔會話係一種好假嘅死甜味啊！咁又飲落係一個當地人好中意嘅，咁當然外地嘅人入到去咧，其實都會特登去買一杯嚟飲嘅，特別係對女士嚟講，對皮膚非常之好，冇錯。木瓜係咪當地都係佢哋嘅農產品嚟㗎？冇錯，係啦，咁所以佢呢個特別出名。咁除咗呢個之外啦，我哋仲有另一樣嘢食，呢個又一睇就認得係乜嘢啦？肉燥飯，冇錯，呢個係其實啊有啲似嘅。嗱，我哋其實台灣分咗三樣嘢係好多人都會搞亂，就係滷肉飯啦、肉燥飯同埋呢個嘅控肉飯。咁我哋聽咗嚇乜嘢咧？我講緊乜嘢咧？咁而家眼前呢一個，你估下係邊一種類型？
這個咦，這個又肥瘦半肥瘦肉，似滷肉飯似啲喎。冇錯，呢、這個就係滷肉飯啦。咁佢嘅特別在就頭先你講咗，佢啲肉咧係一粒粒嘅，咁、大概可能手指尾個節仔咁細啦。咁佢就係有皮啦，又見到有啲脂肪同埋啲肉咧分開咗一間間咁樣嘅，均勻嘅一間間。係啦，咁佢睇落就係一個我哋稱為丁粒啦，即係細細粒咁樣嘅。咁通常會切細小片或者小粒，咁呢一個咧就係小粒又有。你見到有啲比較薄啲嘅，咁就小片。咁其實佢就係肥多瘦少嘅。你見下佢呢度近我哋呢啲呢一粒咧，話啲肥膏咧係多啲嘅，肉係少，但你唔好覺得佢好油膩，其實撈埋啲白飯食好香，非常之香。雖然好似有少少邪惡咁，但係我覺得即係見到都好想食咗一番碗咧。哇！放大咧，仲要放大咗，係啊，即係少少流口水，同埋佢啲油咧，點解油脂咧係啦，好有光澤，其實係好好味。咁佢哋會跟一片酸蘿蔔咁樣一齊食嘅。撈飯直情係哇！呢個真係一流啊！即係唔好覺得佢好肥，其實食落口就哇，唔係不得了啊！非常正如阿蔡瀾成日都話豬油撈飯咧，好多人都話哎呀好 heavy 唔健康。但我覺得耐不止吃一碗滿足一下自己心靈，而且你這麼一場來到張飯沒理由不試一下的，要的一定要吃這個很漂亮的滷肉飯。好，除了滷肉飯，我們其實還有一件事叫肉醋飯，這個多香港人吃，肉醋飯這個很多香港人，其實香港很多時候台式餐廳都會有的，必備的沒錯，但是當然在台灣就比較不同一點，它是你當作一個攪碎了的豬肉，是的，你看到它其實是比較細粒一點的，還有是瘦肉偏多，你看下去沒什麼脂肪味，沒肥肉，是啦，咁呢個就係、是、豬嘅瘦肉，然之後攪碎咗，再去炒香佢。咁佢嘅特色就係、是、瘦係比較瘦嘅肉係比較多，肥膩嘅部分比較少。係啦，咁其實台灣好多地方都有呢啲賣。咁通常佢會分大碗啦同細碗，講緊係可能40蚊台幣或者大碗嘅60蚊台幣已經有，圍翻港紙可能10多蚊、15蚊到。我想這個起碼我都會搶到兩碗以上，沒錯，其實他們那些不是很大碗，因為有去過的都知道，其實是小碗，就算他說給大碗你，他都是可能一個普通飯碗的份量，你可能說、吃白飯一碗，我平時吃餸吃飯一碗都很夠，但是呢他的肉醋是比較特別，鹹鹹地甜甜地，不覺不覺其實餸飯吃兩碗真的沒問題。我覺得在台灣旅行的時候，經常我們吃早餐這個肉醋飯、很多台灣人早上都會吃一兩碗，人們說一早起床怎會吃到這個，但這個是台灣一個的風俗，因為他們以往都是因為起身就勞動，所以一定要吃足夠的飯，要肉類才有體力做的，所以早上吃碗肉醋飯很平常，好像我吃塊麵包一樣，沒錯，其實它都可以支撐到一段時間的，因為就是很好味這個。但是我要介紹下一個先真係彰化嘅特色，就係、是、呢個控肉飯。咁同頭先一睇就知唔同啦，話霸氣幾多。頭先係滷肉飯係講一次丁粒啦，肉醋飯係啲好碎嘅粒，而呢個控肉飯就係、是、哇霸氣咁一片咁上啊！你看到其實嗱，佢有又放大俾我哋，係又放大俾我哋，等我哋啲城寨網友咧，即係流曬口水，即係再究竟我哋睇唔夠再整大啲先。哇！見到依片嘢都，其實你見到咧，佢上面係有個皮咧，仍然保留咗喺度嘅。咁皮嘅下一邊咧就係脂肪層啦，然之後咧就係呢個嘅肉，脂肪肉，脂肪肉咁一層層咧，哇！見到都流口水，佢唔係好似頭先嗰啲滷肉飯、肉燥飯咁切曬粒粒俾你，佢係犀利啲嘅，一片過。係啦，咁佢嗰個口感係會煮到係一咬落去咧，未去到一咬即溶，但係佢咬落去係會即刻已經散開嘅。咁呢個就為之好食嘅控肉飯。咁其實你要見到佢係切得大嚿啲啦，同埋佢係肥同埋瘦咧嗰個比例係平均嘅。似唔似咧廣東人食嘅五花腩？係啦，冇錯，有啲似嘅。佢個煮法都似嘅，同埋入個味道咧，可能五花腩會偏鹹少少，但係呢個咧就會甜啲啲嘅。係啦，咁但係呢個咧係成個台灣都可以揾到嘅紅肉飯，但係有一種紅肉飯淨係喺彰化先可以見到嘅啫。冇錯，佢哋就會將啲控肉咧，就變咗做一個圓拱形嘅，好似平時我哋食嗰啲甜品啊，叉落去，係冇錯啦，咁啊圓形嘅嗰啲叫做咩啊？波板糖，唔係波板糖，叫做紅白嘅，叫做轉頭先記得唔記得？嗰口唇邊，哇！呢個圓形用個竹籤叉住咗。其實佢就係頭先嗰塊肉，不過佢再厚實啲，咁卷一卷，然之後用個竹籤穿起佢，卷完之後咧，出到嚟個形狀咧就會圓圓地嘅。
係啦，咁呢個嘅口感就會比頭先嗰個一片嘅紅肉飯更加腍身。嗯，係啦，呢個就真係入口即溶，特別係嗰啲脂肪或者擺入口咧，哇，成個口腔都係嗰啲豬肉味嘅油脂香啊！因為唔似我哋用啲冷藏豬肉啦，香港新鮮，佢哋當地係新鮮嘅豬肉，咁你食落口嗰個味道真係豬油豬味啦，更濃郁係即係豬油豬味，冇錯。咁其實佢只係襯一碗普通嘅白飯，已經非常之好食。哇！呢、這個真係請我得嚟又非常之吸引啊！所以下次去真係可以試下。油滴落嗰碗飯裏邊咧，即係再滲落嗰個飯的味裏邊咧。哇！咁通常食呢啲會唔會要？襯一啲飲乜嘢飲料啊？佢哋會有啲清湯跟俾你，咁個清湯可能就真係菜湯或者蘿蔔湯咁比較因為呢個已經好重口味啦，咁佢就要揾啲簡單啲冇乜味道嘅湯嚟中和翻。咁當然你自己都可以加翻碟青菜啦，甚至佢哋通常買呢啲鋪頭亦都會有小菜，例如老花生啊、老呢個嘅毛豆啊，咁你都可以嗌一兩碟。咁其實同朋友仔一齊食其實開心嘅。係啦，咁我自己就老肉飯、肉燥飯同紅肉飯，我就比較 heavy 嘅。其實我就係幾中意食紅肉飯嘅。係啊，雖然係比較感覺上一望落去，哇，好肥好大嚿，但係嗰種感覺其實好少地方可以煮得好腍啦，又好入味又唔會鹹。咁我呢個彰化其實好多地方嘅紅肉飯都非常之吸引。呢樣嘢我好中意就係話台灣嘅一啲所謂即係依類又唔係話好我哋叫 fine dining 嘅嘢，但係周街都有，個價錢又好平，可能我哋翻港紙十零廿蚊，你都可以。一次過滿足曬幾個要求啦，咁又唔會好貴，同埋我去旅行的時候，我覺得即係一定要品嚐當地一啲佢哋嘅特色小嘅時候咧，你就會更加體驗到佢哋民生民情啦。同埋有時食低咧，食飯時坐低會同翻當地人傾下偈咧，啊佢哋好熱情嘅，因為佢見到咧，其實睇知我哋香港人嚟嘅，佢就會介紹啊，你要食依個啦，你食依個好食噶。可能當時我哋都會諗啊，哇好肥啊，是吧？好吃，即係你見到啲熱情啊融化咗你，就算你已經可能已經好熱咧，滴曬汗啦，但你見到咧好咁啊。再食多件啊！所以我第一次去的時候咧，佢哋好中意咪有張紙仔，然之後揀食乜嘢啊嘛。咁我就望住啊，老肉飯、紅肉飯、肉燥飯，揀咩好咧？咁就係當時嗰個店主嗰個姨姨啊，行埋嚟見我，你睇你都係遊客噶啦，唔識揀，佢就幫我揀咗一個。嚟到嘅時候，我就有啲嫌棄，哎阿姨姨咁樣害我，俾個咁肥嘅肉我。咁點知食落哇，驚為天人！咁阿姨姨就話：原來喺彰化真係一定要食呢個紅肉飯，即係老肉飯、肉燥飯。你去其他地方，台灣其他地方你想幾時食點樣食都有，但係好味嘅紅肉飯真係要嚟到彰化啦。冇錯，冇錯。下次我真係要試下依、這個，即係雖然好邪惡，但係非常之吸引。久唔久邪惡一次，冇所謂嘅。有個女士即係唔驚嘅，我哋跑個步就即刻冇曬。唔係，咁其實佢又豐富膠原噶嘛，係啦，咁啊諗開心啲。好。咁除咗我哋嘅紅肉飯啦，仲有呢個嘅。雞腳凍係有啲朋友仔次次都話：，你又去選腳趾我話係我最中意就係啲鳳爪，廣東人鳳爪有咩分別啦？但係佢呢個係凍食嘅，即係煮完之後係老水汁咁樣啦，咁就放翻入雪櫃。咁佢啲汁咧平時咪啜下啜下，佢係液體狀嘅。咁呢一個啜完之後就會變一個啫喱狀嘅液，係啦。跟住一路啜嘅時候咧，哇！你可以食到個汁啦，亦都可以。啜到嗰個雞腳嗰個好入味啊！嗰個雞皮係，同埋又將佢鬆大先，等大家流下口水先。流曬口水。你啲天氣熱咧，係會想食。但佢會唔會比相對嚟講比較鹹啲㗎？依只其實唔會嘅。我當初都有擔心，佢哋嗰度好在醃嘅嘢咧，佢會預計到，因為有啲醃得耐之後個味道會比較重。佢哋係預計咗，當你可能擺咗一段時間嘅時候，其實佢食落都唔會話特別鹹。係啦，同埋如果食得辣嘅朋友，我都好推介你買辣味。係啦，雖然同埋佢凍啦，跟住辣食，哇，都係會出曬汗，好刺激。我就見個家姐隻紅椒喺隔離咧，我諗嗰個感覺都幾。同埋佢哋有啲都可以係外賣攞走嘅。咁如果你可能嗰日食到好飽，但係行過有一檔你好想食喎，咁買一盒，跟住夜晚可能翻到你嘅民宿啊，坐住睇電視或者同民宿嘅主人傾緊偈嘅時候一齊食。我建議要加杯依個加罐依個台灣啤酒。冇錯，啱啱就想講，一定要跟。呢個即係助酒咧，即係通常台灣人咧好中意飲啤酒，台灣嘅啤酒啦。咁啊，如果加依個嘅雞腳凍咯，相信都幾一絕嘅喎。係啊，非常之吸引，呢個真係要試。咁仲有另外一樣嘢就係都好出名嘅。是肉丸啊！依個同香港仔初時真係以為是腫添嘅感覺。有些人都以為是其實佢係一個比較特別，因為你知道台灣其實好典型，佢哋好中意食米飯嘅，因為佢哋本身又種米，加上頭先有好講啦，彰化其實就是一個米倉啊，我哋稱佢為。咁其實佢哋當地本身又放大咗，哇！見到啲米流口水啦，攬嗰啲醬汁咁樣爆出嚟嘅感覺。冇錯，其實呢個肉丸咧係台灣一個好典型嘅米食文化之下產生嘅一樣嘢嚟嘅。
嘅。咁上一集我哋講台南嘅時候，我哋咪講咗種嘅，種其實都有台南南部啦同北部之分。肉圓其實都有南部同北部之分嘅口味。咁你知其實彰化嘅肉圓係非常之出名嘅，所以中部地區咧係以彰化咧，佢哋叫肉圓大鎮啦。係啦，咁即係其實肉圓嘅故鄉就係彰化啦。咁佢哋每年都有個彰化肉圓節，咁所以你可知道呢個嘢食對佢哋嚟講其實係一個食肉圓都係一個 festival。係啦，冇錯，即係肉圓對佢哋嚟講其實係一個好特別嘅嘢食啦。咁佢哋彰化入邊有唔同嘅鄉鎮啦，每一個鄉鎮入邊咧都有一間當地非常之出名嘅肉圓美食。係啦，咁所謂的彰化口味，不要以為只有一種，原來在一個這麼小的地方，剛才說彰化很小而已，原來呢它的彰化口味再分為南彰化和北彰化的，是啦，哇，原來他們對這個食肉圓是非常之講究。是啦，南彰化我們就講緊北斗啊、田中、園林一帶啦，南彰化就是北斗、田中和園林啦，而北彰化呢就是講緊彰化市啊、分園的周邊。南彰化那個有什麼特別呢？就是你看到它其實個樣子是比較這個是北彰化的，是啦，就是很大隻，沒錯，它就是用個碗去蒸熟的，它整完之後會放到個碗，然後整個去蒸熟，到你吃的時候它就會幫你淋一些醬汁下去就給你的。那我現在看不到裡面的餡有什麼，其實就是豬肉啦，有筍的，有時還會加上冬菇啊、干瑤柱，那當然要看看什麼價錢，那裡面就包了什麼餡啦，那個材料方面其實是豐富過南彰化的肉圓。那如果喜歡吃餡很多的，我想吃很多東西的，那就可以試一下這個北彰化的肉圓。還有它很多醬料，你看到它整個那個肉圓呢是包滿了不同的 sauce， 我看到我 不知名的 sauce， 還有它是整碗呢擺上台，可能初時只有一個碟仔啫嘛。你見到一個肉圓咧，好似一個刨冰啊，係冇錯，刨冰同埋佢零粒粒咧，唔講啦，我以為咦，依個係係咪甜品嚟嘅咧？同埋你唔好覺得佢好似撈咗好多醬，好多人驚好鹹。係咯係咯，其實佢哋啲醬有特登調校過嘅，咁所以其實就算咁多醬油膏啊落去，其實唔會話好鹹。加上嗰個肉圓本身個皮其實味道係可能冇乜味道嘅，即係食到原本嗰個米嘅味道啫。咁變咗你有啲醬撈埋咧，係非常之好食嘅呢個。又可以當早餐噶咯，又好飽肚啦。又係啲飽肚嘅嘢，係啊，冇錯。所以成日都話去台灣咧，一日三餐唔夠，加埋下午茶宵夜都係食唔曬佢哋啲嘢嘅。唔係佢哋啲小吃嘅地方咧，即係距離好近，可能你食依樣嘢，你行幾步留下一個檔位就有唔同嘅小吃咁樣。咁肉圓咧，我都有試過嘅，必食嘅。必食嘅真係。去咗彰化都話你一定要食某一間，每個人口袋裏邊都有自己中意嘅肉圓啦。咁啊，睇下你中意去邊一間。咁呢肉圓就係熱食啦。咁除咗熱食之外咧，唔好唔記得其實彰化肉圓仲有一個係凍食嘅，係啦，咁佢嘅特別之處咧就係佢係涼涼地咁樣嘅，咁就嗱可能天氣熱，你唔想食熱嘢，但係想食肉圓喎，咁就可以食呢種係凍食嘅，我哋叫涼圓啦。係咪個碗似蒸咁樣嘅？係啦，咁其實佢係蒸完之後就放翻出嚟攤凍嘅。咁當地人會點樣買？就可能一個膠盒啦。咁佢要食嘅時候咧，咁就阿老闆就會攞個碗，就好似缽仔糕咁啊，係啦，吸翻出嚟咁一個膠盒入邊可能放四五個，跟住就封翻袋，就俾你攞翻屋企慢慢食。咁呢個我都覺得係一個幾特別嘅，即係嚟到彰化一定要食肉圓啦。哇！呢個又唔同嘅形狀，唔同嘅style 同埋食法，即係都諗唔到肉圓，所以佢有個肉圓節。係啊，肉圓節。其實我都未參加過肉圓節，我都好想去睇下，會唔會成條街都擺滿好多唔同嘅肉圓可以試咧？行完一轉之後，我諗相信都重幾公斤啊！係會啊，每次去台灣都係咁樣。咁呢個我覺得係一個比較特別嘅嘢，因為香港其實都冇類似。你可能話覺得佢係一個黏黏地，好似一個糯米糍咁樣鹹嘅糯米糍，但係香港真係好少見，甚至連廣東地方都未必有呢一類。咁變咗有經過的時候，或者可能你下次去台中啊，因為它非常近台中的，你可以搭車過去半日遊一日遊，可以試一下當地的美食，是非常特別的。不是，這些就是我們香港人，我們廣東人比較少接觸的東西，我覺得大家 open 一點，開放一點，試一下不同的東西，我覺得沒有壞的，因為我覺得即每道的美食都帶到當地的民生民情，所以這張可能看得比較清楚，其實黑色那塊就是冬菇，是的，然後裡面一粒粒那些其實就是豬肉來的，是的，這個其實可能它的餡料不是說
種類很多，但你看它其實都塞滿了下面的碗的位置，所以其實用但它裡面用料很多，沒錯。這個就是台灣當地人比較可愛的地方，就是他們做一件事出來未必只是說、我很想賺錢、我想發大我的生意，而是他們真心是做一些自己覺得很擅長很喜歡的東西，很希望跟大家分享咯。同埋台灣有一樣發現，就係當我哋去食啲地道美食時候，發覺咧係幾多代，可能第係爺爺到到個仔，跟住到個孫，即係問係第三代，通常叫做老什麼店啊，老乜乜啊，或者一個單字用佢哋嘅姓氏咧嚟做一個佢哋嘅招牌。通常佢哋都係幾代傳幾代，所以好多嘅係一傾嘅時候，原來已經係有四十年或者五十年。我心諗哇，你個老百年歷史老店咧，一街都係嘅喎。點解會過百年咧？原來已經由爺爺嗰代傳落去，咁所以佢哋係傳承。他們這種他們每家人獨特的口味，所以也可以體現到台灣人那種幾有承傳的種文化裡面，是這種當地的特色變了、是的。那我們除了食之外、一定有人問怎樣去呢，即是你教完我有東西吃，有東西看，怎樣去呢？我剛才看到地圖說了，但這個地方好像少隔蝕、很多人都覺得隔蝕，其實它跟台中真的非常之近，無論你搭高鐵和台鐵都去到。你搭高鐵的話，其實你只要在台中站，大家記住，高鐵的台中站不是在市中心的，是要旁邊一點的，所以不要搞錯了。它是由台中站去到彰化大概十分鐘到已經可以去到了。搭高鐵冇錯啦，咁、個價錢大概台幣就115啦，咁可能港紙都係圍翻係30-40蚊到啦，係啦，30-40蚊到，咁其實唔算太貴，十分鐘就去到。咁無論你係可能你覺得彰化冇乜嘢行啦，你就係想去一日，咁你可以喺台中住啦，然之後你抽一日過去玩，玩完之後即日來回，其實都好夠玩嘅。咁、如果你係高雄嘅話，高雄就耐少少啦，咁就要一個鐘到你先可以上到去。咁所以比較建議嘅就係去台中玩嘅時候，順便去彰化玩。冇錯，咁、如果你係高雄嘅話，咁就梗係去我哋上兩集介紹嘅台南啦。係、啦，咁呢個台鐵都去到，台鐵咧個價錢相對係平好多嘅，咁就大概26蚊台。咁佢嗰個方便就其實你望一望，其實同高鐵比咧，台鐵其實個時間都唔會多好多嘅，都係 double 多少少，但係價錢就差好遠啦。26蚊台幣除翻4-4=24，真係講真的超級平喎。冇錯，都香港搭乘地鐵都唔止啊。真係台灣。咁我自己就中意搭台鐵過去嘅、因為上次講咗台鐵其實可以食嘢嘅。係啊。咁我就會喺火車站可能買個早餐嚟，你知嗰啲便利店咧買個早餐，咁就上車，跟住可能食個飯團，飲杯嘢。20分鐘咁過去就啱啱落車，咁去到之後就可以開始玩啦。同埋我見到即係台灣嘅鐵路啦，台鐵咧其實即係少少似日本風。你見到依個嘅火車咧，好似睇唔出係台灣嘅鐵路，因為其實當年即係台灣都曾經俾日治統治過啦，咁、所以好多 infrastructure 基建啊，都係沿用翻以前日式嘅設計。咁所以其實我成日坐喺台灣嘅火車咧，都有少少感覺上好似又去咗日本嘅感覺。咁啊，見到依個就係台鐵，或者我哋叫火車。係火車。咁要買飛。其實上網都買到啦，或者你可以直接去個火車站買都一樣可以嘅。咁唔係一個咁難去嘅地方，但係當地嘅特色啊、文化，就算你為咗食嘢而去嘅話，其實都非常之值得湊一日或者半日去都可以嘅。咁、然後咧，講完我哋當地有咩食、點樣去啦，可以講下啲比較得意嘅古仔喎。呢個古仔算唔算得意咧？Stella我講之前咧，我都 O 少少嘴個咩啊，餸肉。種啊！依樣嘢真係交俾你啦，因為我真係未接觸過，但係依樣嘢大家一定要知道。係啦，呢個就係當時咧，其實我係之前有試過喺台灣做過實習記者嘅，咁接觸到當地嘅人啦，咁而係佢哋親自話俾我聽，原來當地彰化嗰邊咧係有一個咁樣嘅習俗嘅。咁我聽到嘅時候，其實我都嚇一跳嘅，我都咦咁恐怖嘅。咁佢哋講翻，其實唔係一個恐怖嘅嘢嚟嘅，係一個習俗啦。咁咩叫餸肉粽咧？肉粽咁大家都會諗起啊，食嘅肉粽啦。咁、但係其實原來佢哋個肉粽咧係講緊另外一個意思嘅。呢、這個餸肉粽嘅習俗就嚟自大陸嘅泉州啦。咁就係講緊將一啲上吊嘅亡靈去舉行一個法事，咁就令佢嘅靈魂得到安息啦，然後離開呢個世界嘅。咁其實呢個傳統嘅習俗係點樣嚟？就話説早期泉州移民咗好多人，即係廣州嗰邊啦，移民咗好多人過嚟台灣。咁好多時咧，佢哋泉州嘅移民咧就住咗喺彰化嘅鹿港啦。係啦，咁嗰邊咧就保留咗呢一個風氣啦。咁慢慢開始咧就影響到成個彰化嘅地區。咁其實而家好多沿海地區咧都有呢一個習俗，但係最主要咧都係彰化比較多。
咁呢個送肉粽舉行嘅時候就好似因為始終係一個法事啦，咁好多時候都係新人迴避啊。迴避嘅意思就係佢哋會黐一張紙喺度話俾大家聽，我喺邊年邊月邊日。幾時通常都是夜晚的，因為請迴避啊，係啦，就請迴避啦，千祈不要外出。咁當那一日真的嚟到的時候咧，好多時學校啦會提早放學嘅，係啦，咁夜校都會不開門噶啦，你睇啲人會特登係睇嘅。然後學校不開啦，家家户户咧其實都會閂緊個門窗。就連係側邊可能大家印象中啊，台灣嘅便利商店24小時營運，但係佢哋都會因為呢一個法事咧而暫時關門嘅。哇！果然一件即係影響民生嘅大事嚟，係一樣大事嚟㗎，對當地嚟講。咁佢哋就會閂曬所有門啦，因為會佢哋會有個有樣嘢叫沖煞啦，即係會。那場法事會影響到你本身的運程啊，個人的未來的走向啊，咁樣咁佢哋都好可以話佢哋迷信，亦都可以話佢哋尊重呢個習俗。咁大家都唔會話特登走出嚟，哇，好八卦想睇啊！就是、老人家唔會俾你咁做，但係後生嘅一輩咧，原來都會覺得啊，真係唔可以嘅，係啦，驚相沖啊，即係在生人同死人，所以佢哋都會大家成日以前話另歪面啊，係啦，另歪面，另歪面啦，係嘛？但係呢個唔係另歪面咁簡單，因為佢係屬於一個自殺啦。咁佢哋個亡靈對佢哋嚟講怨氣比較重啊，所以佢哋係要特別再回。俾多啲嘅，咁呢樣嘢係通常咩人會去執行呢？就係會請一個王爺廟入邊啊，請一個執事人員同一個法師去主持呢場法事嘅。咁吊肉粽係送肉粽係乜嘢咧？其實就係將死者上吊用過嘅繩索啦，送去海邊嗰度燒咗佢嘅。咁其實嗰個位置就會喺邊咧？就會可能喺間廟度，或者係嗰、那個佢上吊嘅地方出發啦。然之後沿住一個指定嘅路線，佢哋出發之前會指定嘅路線嘅，唔係亂咁行嘅。咁就一路行到去海邊去。真正咁進行呢件事嘅，咁法事進行緊嘅時候嗱，見到其實畫面後邊咧，呢個就新聞嘅圖啦。咁見唔見到好多煙嘅？係啊，其實就一路行咧，就會一路放炮仗啊，係啦。咁話俾人哋聽，其實有人喺度啦。一個方法就係、是，另一個方法就係驅走啲煞氣啦。即放啲鞭炮一路做緊法事的時候，通知翻在生人咧，就知道有法事啦。係迴避啦，咁係啦，咁佢本身呢個放炮仗嘅。習俗咧就係話驅走啲煞氣，令到啲唔好嘅，即好似新年咁，我哋放炮仗，其實都係會送走啲唔好嘅嘢，趕走啲年壽嘅意思。咁其實呢個都有少少類似嘅，係啦，咁就會咁樣做啦。咁送肉粽其實頭先都話啦，其實佢會經過嗰條路線，好多時候都係啲民生啊、生活必須嘅經過嘅地方。咁佢除咗黐嗰張紙之外，有咩方法可以唔影響到咁多人咧？佢哋通常都會係夜晚進行嘅，即係可能九點，但係通常而家都係夜晚十一點之後，咁盡量。是大家都回到家了休息的時候才去進行。當晚八點儀式進行之前廟的人員就會開始在那個上吊那個住宅那個位置準備啦。然後呢國家就會開始派那些符啦送給那些旁邊會經過條路線的人啦。然後呢給他們黏住在這裡，自己都會黏一些禁止通行啊，即是防止有些人不小心衝進來提醒一些老人這樣的。那大家就會黏曬所有東西，那然後那個隊伍呢就會在住宅那個位置開始出發。那這個畫面就是當時的人是會拿了些什麼，是啦，那可能拿回一些呢啲叫青竹棍啊，係一支竹嚟嘅，咁亦都係有一個辟邪嘅作用啦，咁驅走翻啲煞氣咁樣嘅。即係成個一個隊伍咁樣嘅喎，即係少少即係火龍時候咧，都會成隊人都操住咁出去做咁樣。咁對佢哋嚟講，呢個係一個好嚴重、好認真嘅事情啦。咁如果真係有人話啦，咁我知道唔可以出街，但係如果我真係唔小心遇到嘅時候，應該又點算咧？其實咧盡量避，但是避不到的話真的不小心遇到了正面有衝突的話，其實可以側側地身就避開，然後心裡面可能如果你有信你的宗教的話，就可能在心裡面默念個宗教的佛號啊，或者是一些祈福的句子這樣，不要特登去直視。但是如果真的不小心真的對得很硬了，走不到了，那怎麼辦呢？一定要跟著隊伍行完全程，即是你可以跟著在隊伍的後面，就表示是一個尊重，好像送死者一程一樣。是啦，那回到家之後，他們就會去廟宇拿回香火護身，
跟住將啲符咧攞嚟沖涼啊，潔淨翻成個人嘅運氣啊，咁樣係啦。咁呢啲就係、是當時嗰個廟宇會派俾側邊嗰啲家家户户，俾佢黐喺個門窗度嘅，係啦。咁好多時啲人話話迷信啦，冇所謂啦，但原來喺當地嚟講，佢哋其實都幾相信呢件事嘅。我見到就算係年紀大嘅啦，或者後生後生嘅都唔會話呢啲係啲係迷信嘢咧，就唔錯。我見到佢哋都非常之投入去呢個嘅儀式啦，即係都唔希望能夠犯錯咁樣。咁呢個都好特別。有冇曾經你喺彰化有機會？我自己就冇遇到嘅，但我會有時見到新聞咧，耐唔時都會出現翻呢啲嘅。咁有時可能喺 Facebook 見到話某個地方嚟緊又會有呢啲路線啦。咁可能而家網上世界人比較多啦，咁有啲都會留言話呢啲其實假嘅啫，不如唔好搞啲咁嘅嘢啦。點個個都要送肉粽咁好阻礙民生啊！但係亦都有啲大部分人都會跳出嚟話咁呢個係一個傳統嘅習俗啦。其實佢又唔係每一日都有，只不過係間唔時有一次咁，其實都會尊重翻。咁可以見到其實而家都會有兩邊唔同嘅聲音去對呢件事有意見嘅。咁但係好多時呢樣嘢係會 keep 住繼續去做，而唔會因為有人覺得受影響而暫停咗佢。咁我都相信其實每一件呢啲法事嘅背後都總可能有佢嘅原因啦。咁我自己就冇話特別係迷信，甚至我亦都唔係一個有宗教信仰嘅人。咁但係我都會覺得呢個係一個好當地嘅一個習俗。其實無論是一個法事也好，甚至是一些其他的習慣都好，我作為一個遊客去到其實都應該要尊重的，即是不要特登去說我見到他哪一天有，我很八卦，我反而想去知去看，其實是這樣就不好的。如果你真的想了解，我覺得可以透過新聞，透過網上的資訊，那亦都係一個方法嚟嘅。話即係講，如果你唔講咧，即係講真，如果有機會啱啱會唔會有人傻下傻下見到，即係預曬頭先我哋犯曬所有嘅嘢，咁點算啦？咁所以我哋頭 part 咧就啱啱講完一個都，其實又唔係話迷信嘅，但係呢個就係當地嘅習俗。我當我哋旅行的時候咧，我哋知多啲，其實都有用嘅。喂，先休息一間先。啊，翻嚟之後咧，我知道 Sarah 仲有啲咧都幾得意嘅，即係古靈精怪嘢，我哋都想知多啲彰化嘅。咁記得休息翻嚟之後再聽啦。逢星期六晚上7点至8点，孖宝游世界。